毛主席教的我们说，领导我们事业的孩子力量是中国共产党，指导我们利润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我们要相信群众，我们要相信党，这才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嘞。如果怀疑这条原理，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。政治或沉落是党的生命，各级同志无分纯粹主义，万万不可粗心大意。嗯，好。